废了一个月，然后这个新年年初会重新开咯。然后因为现在装修了，整修了过后是真的是很好，很干净，然后也很宽敞，就不会像之前这样子马路是坑坑洞洞的，然后跑起来也很容易跌倒，所以这个环境是我觉得其实很适合一家大小带小孩子在这边散步，然后后巷其实也蛮凉爽的，就是除了下午12点到2点之间会比较热，然后过了这2点过后是其实都是不会有很热，然后又有风吹这样子咯。